那个，方才多谢了。不必。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无需多虑。他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为我出头，莫非是喜欢我？公子，你们回来了。他那么在意我，看来他真的是喜欢上我了。此树长得毫无章法，为何不找人来修剪？是令叔疏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